Hello， 大家好。观看影片以前呢，记得先订阅这群人，订阅。然后两兄弟的新歌《干脆放手》MV 已经上线了，记得去展荣展瑞的频道观看，记得分享。结婚嘛，一辈子的事，谁不希望独一无二啊？对啊，那个婚顾说可以做一个 showcase， 既可以拍成一个微电影，又可以免费帮我们办婚礼，还有我们可以收礼金。这么好的事谁不要啊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工作人员都已经 setting 好了，请问你们还需要多久？半小时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你们就慢慢来，我绝对没有改你们的意思，但是尽量加快，我十五分钟后会直接开始，谢谢。好，要飞了。嘿呦，导演，今天来一场特别又创新的婚礼啊。对对对，新娘女士回来的时候，都要帮她拿裙摆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好，灯光组听好，马上准备。我有个梦想，从小我就立志拍电影，成为李安。我想透过这一次的微电影，让世人还有业界看到我有拍电影的能力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那进来帮我对个位置，哦、来。这里，站在这边，好，很好，帮我推回去，谢谢。等一下呢，我喊五四三二，门打开之后你就走进来，帅气就好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二就直接走吗？五四三二，你心中默数一再走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门帮我关起来，谢谢。謝謝。好了，准备，五四三二，这是我第一次。我都看不到我儿子，完全看不到哎、欸。看，再补一颗背的，帮我推回去，谢谢。帮我们关上，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，看，帮我推回去，补一颗高跟鞋素材。看，再帮我回去。观众反应。看，再帮我回去。新郎看新娘的素材。看，帮我回去。新娘爸看新娘，好，咔，转舞台，转舞台，演员补妆。到底在搞什么鬼啦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才结这么一次婚而已，你是要把它毁掉是不是啊？我想说，拍戏可能就是这样吧。你知不知道我穿了一整天的高跟鞋，我快累死了。你有替我想过吗？那不然怎么办嘛？总之你现在给我想办法，我就是不想那么累。哦，好、啊，你小心小心。我本身是读表演艺术科的，然后我表哥就说他这次的婚礼我有上镜头的机会，还有费用哎，然后那个费用哦比我包的红包还要多啊。然后虽然说合约是说一定要坐满八小时，但身为演员的我吼，我不怕累啦，我就要把握这次的机会的。大家帮帮忙好吗？该哭的时候就哭，该笑的时候就笑，我们已经 delay 一个小时了，一个小时很夸张好不好？我就表现好一点的话，导演等一下可以，我们今天是好好的把这个婚礼给办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能这样搞，我们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有吃饭。吃饭吗？没问题。等一下舞台这场戏拍完，我们就放饭。放饭？那个？不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在场都是我的亲朋好友，你不要让我丢脸嘛！把大家搞得这么累，不是这样子。你注意点哦，是你们当初说要选微电影专案的哦，说什么结婚一辈子不怕累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你失忆啊你！你们当初说没钱筹备婚礼，是我帮你们接的业配啊。业配？对啊，这到底是我们的婚礼，还是如果爱重来记者招待会啊？小声一点，今天在那边吃饭。变了。换这样好了，取消婚礼的钱，我自己。没有，已经不是取不取消的问题了。你当初签过合约的啊，约会我们是要走官司的哦，那违约金可是不便宜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怎么称呼？吴宇森，宇森导演。我们呢，只想好好的办一场婚礼，至少给我点面子，不要让我老婆太累。我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我想想 ，OK， 我想想，不一定可以，但是我想想。谢谢。我只是说我想想。拍片是我的兴趣，所以对我而言，我很开心的享受在我的工作里面。我总是喜欢就是开开心心的去工作，然后把我这种正面的能量，然后带给现场每一位工作人员，所以他们都很喜欢跟我相处。你干什么？
每一个亲朋好友地上我都已经抹好点了，等下因为你重来，回去。还好我发现，发脾气，为什么要发脾气？不需要啊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偷喝？起来，去国小同学那一桌，走，你被打入冷宫了，拜拜。来，我这边再讲最后一次，来，爸爸妈妈帮我举手一下，来，各位看清楚，来回手，等一下只要 Q 到女方的爸妈，统一帮我看这边好不好？视线统一，不要只有人在那边乱看。哦，气死了！真的有够尴尬，尴尬到我自己的脸都不知道要摆哪里。现场的工作人员好凶哦！豆包在想什么？哈，你给我跪下，跪下，那懂不懂啊？好，那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《如果爱重来》所有的主要演员上台，掌声欢迎！欢迎我们的舒豪、嘉燕，还有陈宇、岳琪。你习以为常的一段生活、一段感情，有机会穿越时空重来一次，你会不会做不一样的选择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，我是一名演员，我是你的朋友。来来来来，我们举杯啊！恭喜恭喜，这个新娘跟新郎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不要喝，三一口就好，喝不多没关系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家最期待的游戏互动时间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新郎新娘来到我们的幸福舞台。舒豪跟嘉燕有，其实我们合作过几次，也是蛮熟的。那一天其实状况就是喊咖之后啊，他们非常入戏，一直在台上没有下去。谢谢。好，咔咔，好来，准备动起来。谢谢，谢谢，我也不会动起来。谢谢，我是那个，不是已经谢谢四位演员了吗？怎么还在呢？我们该给的画面已经给了够了，来来来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要听到结束。哦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们在结婚，快点，结婚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快点，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。哎，先休息，我帮你想到办法了。啊，你想到办法？对对对，我帮你想到办法。什么？哎，办法呢，就是。那是我的好朋友，这样就算了，而且跟我一点都不像。那是因为你一直在那边现场那边喊说什么很累，什么超累了，站一整天，我替你想办法好不好？是哦，那你不是也很累吗？我都没有叫那个制片来当你替身呢。现在这场戏呢，是你们双方完成仪式的一场戏。新郎你要跟替身讲一段非常感人的话，有准备好吗？等待下，对不对？你就讲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听完之后呢，新郎你要拿起你的戒指，戴在替身的戒指，快离开。好，戴完之后呢，你们双方就亲嘴，亲嘴，借位，借位 ，OK。亲完嘴之后呢，主持人他会递给你们双方一人一杯红酒，跟在场的所有人喝酒敬礼，我们就 happy ending， OK？ 好，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就开始喽。好了，要准备开始了喽。那我这边再重复，有记住吗？等一下就是感人的话，戒指亲嘴敬酒；感人的话，戒指亲嘴敬酒；感人的话，戒指亲嘴敬酒。就这样，来，准备开始。虽然在，好，我常常感谢老天爷，让我。卡，那一次你在医院照顾，那一次你在医院照顾我。卡池，再一个。哎，卡，闭上眼睛啊！卡，往前站到妈点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卡，卡。接下来拍什么？接下来拍那个哭的，就是新娘要。哦，好，新娘，接下来就是要拍哭戏了。你要哭着感谢你爸妈的养。表姐坐下。然后跟他们相拥而泣。好。OK 哈，那就要开始喽。准备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爸妈，谢谢你们这几年来对我的养育之恩。卡。新娘，你没有哭啊？我现在有一点哭不出来。
你不行哭不出来，因为这场戏是最感人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哭，你知道吗？导演要低吗？不用低，不用低，不用低，寻求自然，你可以哭吧。好，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爸妈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。新娘，你长到脸了。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。卡。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。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。OK。家，哎，怎么办呢？来啦，不哭也没有关系。对呀、啊，哭不出来就算了，再这样弄下去搞死人了，大家都累死了。对 啊, 了对啊，没关系。大家等等，大家等等，叔叔阿姨，今天其实跟我们无关，你们累，我们工作人员也很累啊。今天是您女儿哭不出来，哎，有话不是这样讲吗？这是拍戏而已，有必要那么夸张吗？当初戏剧的成分就是说，这个就想办法演就。哭了，哭了，快 stop， 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走吧，来，爸爸妈妈来，我们站快点，来，爸妈站队，对。给他，给他，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把我养那么大，女儿又出嫁了，女儿现在很幸福，不要替我担心。谢谢你的爸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，能让我与你相遇。我们中间有无数的争执，但你都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包容我。你知道我工作很忙，很晚回家，但是你都没有生气，每一次都会等我等到睡着。你就是我一生相伴的对象。你就是我未来的老婆。我爱你。也谢谢你闯进我的世界。我愿意。总而言之，这一切真的让人家很累，而且影片上传到 YouTube 之后，就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什么可以出道什么，我不是专业的演员，然后我根本没有想要红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困扰，而且业配一直来，就反正老公我们是没有靠着赚钱，对不对？我们根本没有想要红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月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书豪。我是柯佳燕，我是陈瑜。如果爱重来，每周三晚上10点，爱奇艺台湾站全网独播。我知道已经有290万个人订阅了这群人，但是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记得按这边订阅下去，订阅。按这边。好了吗？按。按什么？下去。按订阅。订阅。下去。结束了，没了。对不起。好凶哦。谢谢。对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但这片来说，你也下去。我也下去。你是有什么毛病啊？你是有什么毛病？